好，谢谢 K 队的小伙伴们，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是进行今天的第三个重大发表。首先，请大家看大屏幕。公司慎重考虑，在与成员沟通后决定 CKG4DAY Team C 成员柏欣宇获得兼任资格，即日起正式兼任 BEJ4DAY。 有请柏欣宇。大家好，我是 CKG4DAY Team C 柏欣宇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一周年的公演。今天是 CKG 的一周年，然后我自己也出道一周年了，在这里非常谢谢大家的陪伴，能够被大家喜欢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因为学业的问题，从九月份开始，我并不能经常在剧场和大家见面，很多时候一个月才能上一次公演，但是很希望和大家可以经常见面，也很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站在舞台上。谢谢公司给我兼任的机会。为什么选择兼任呢？因为我也想告诉大家，我并没有也不会因为学业而放弃舞台，请大家相信我。CKG 是我最初的选择，也是大家慢慢陪伴我成长的地方，这里是我的初心，我会回来的。我知道接下来可能有更辛苦更难的事情等着我，我知道这可能是一条不好走的路，但我也做好了准备，无论如何希望我能倔强地保持初心，记住现在的心情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，可以陪伴我更勇敢地走下去。然后谢谢大家一周年以来的陪伴，谢谢大家。谢谢白白的发言，祝福白白在新开始追梦偶像的道路上能一切顺利。 CKG4DAY 和 Team C 永远都是你的家，你永远都是 CKG4DAY 的一份子，谢谢。今天的三个重大发表到这里就结束了。